大家好，今日咧带大家行将军澳附近嘅鹧鸪山。将军澳附近咧都有唔少山可以行，例如少女峰啊、鸭仔山、小夏威夷径等等，呢啲咧都系比较轻松嘅路线。而鹧鸪山虽然只有432米高，但系绝对唔简单，尤其咧对体能方面要求真系非常高，全程咧都系上山嘅梯级，不停上、不停上、不停上，真系令你行到怀疑人生噶。不过行到咁上下咧，就可以睇翻将军澳一带嘅靓景，同埋中段咧都会有啲休息点啦，同神韵设施喺度嘅。另外咧，呢条路线嘅出现咧，其实有段古嘅、哦。原来呢条千级天梯咧，系一啲神韵客喺2008年自己起嘅，而事实上咧，都真系有唔少神韵客上山，仲要大部分咧都有翻咁上下年纪添。真系非常佩服佢哋嘅体能啊！但其实咧，我都有个方法可以上少啲，就系咧喺壁屋嗰边上山，但系上嚟嗰段路咧就会难好多啦。最高点嘅风景咧，可能会令你有啲失望，反而上嚟嗰时咧，有啲位睇风景仲靓添。离开时我哋可以沿原路落山，一路落你就可以翻返去宝林地铁站啦。或者其实可以好似我咁转去科大欣赏下海景，再食个靓贴。而意犹未尽嘅朋友，其实可以跟我行到银影路之后再接上少女峰，行埋鸭仔山先落返坑口嘅。多条路线任君选择，最紧要都系量力而为。条片系咁多，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 Joy Walker， 多谢收看，拜拜。Joy Walker 行山 Apps 已经喺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上架啦，除咗有劲多条行山短片之外，仲有齐排序同筛选等等嘅功能，以后就唔使再拗爆头谂去边度行山啦，仲等？快啲去下载啦！